远处去捧莲花，然后你会怎么样？后面的朋友，来，我们来干一杯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来看我的演出。可以，很好。还有一点小小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问题，就你唱完之后去捧，你给个反应，你要看你给个反应。转身你会怎么走呢？可以，那就更喜剧感一点。两个人的眼神交流啊，要稍微慢一点点，不用说话。对，非常对。我一直以为 Pam 的中文还可以，结果当我到了泰国以后，我发现所有的泰国人的中文都比 Pam 好，对，你没有上课呀？当地的人是给你更多的启发，结果呢？上课最好。哎呀，真的是，你们今天跟我说啥呢？我可以用吗？快推下去。Pam， 把你推下去。我可以，真的要把我推下去吗？美丽鸡变成了落汤鸡，你们一定要拿个人用手机怼着我，然后拉大看我的表情，真的。我看到你跳下去，而且我还要还假装 enjoy， 还假装 enjoy， 我真的是。那现在六五啊！Oh my god， 夏妍莹是我的自尊，我也是。我没吃，你们先吃。来，爽，满足。好饿，我真的好饿。好饿，我真的好饿。但是它只能连一个，很好吃。我的手都泡烂了，再也不想吃下一次。那对于后边两天拍摄的，有什么希望？只要不下水就行。你看出我的脖子和我的脸现在用的色号已经差异很大了吗？真的很吓人。你看我的腿的颜色和我的脸的颜色，哦，这是我的腿吗？还是别人的腿 ？Oh my gosh！ 救命！你真的黑了好多，超级多，好多。没看到你，我给你看一下啊！你看我跟你，哇，你变成小黑人了，对呀、啊。我真的很会看心语，你刚刚在讲。美景就是开心。Go to my dinner. You have to go. Be happy. Hurry up. Pam is waiting for you. 妈呀，他是我的朋友吗？可以啊，很好啊，可以，就这个，有请巨星 Vicky。 Oh, 天哪，你好小。